谢谢踢馆高手蔡成学。上个星期我从最低分那里又复活过来了。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大难不死，所以我相信必有后福，而且今天是冠军积分赛第一场，所以我要信不透透。谢谢吴海文。好，我先讲一下吴海文好了，因为其实我看到你要唱这个歌，我会觉得很好奇，因为我会觉得张国荣唱这个歌的时候，有很多部分其实是在于听者的想象，就是他有一个很魅惑的形象。我觉得很多东西他不见得在字里行间唱出来了，但是因为我们对于张国荣这个人的形象，他唱偷情，所以很多字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去解读他，我们就去感觉他。但是因为你其实没有那个魅惑的形象，你有的是属于比较性感的嗓音，所以你在台上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办法把那个情感投射进去。我会觉得你应该 focus 在把这个歌唱出那个偷情的味道，所以你应该要花更加倍的时间 在做这个揣摩的动作，而不是只是做这些很表面的事情。我会觉得这首歌其实你没有唱得很好。好，谢谢。然后蔡成学，是老师，他在发抖哎，我也在发抖。我刚刚在后台，我想说曹格为什么会在后台？我刚刚着实吓了一跳啊，长得像曹格，长得像曹格就一定要唱像曹格，这件事情压力很大，对不对？是因为如果今天像是不会唱歌人，那有多好？对，因为像他是非常实力派的歌手啊。对，因为我有感觉到
这的确会造成蛮大的压力。我会觉得其实你本身的声音或者是你的唱法其实不完全那么的像曹格，因为今天没有来模仿，对，所以就没有想说要去唱曹格的感觉。这边是不用每句都回啦，啊，是不好意思，对对对，因为这样我们很难继续。我觉得曹格在唱歌其实很多声线其实是很软的，那这个可能跟你原本的声音的特质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我也会觉得你有一点点唱太重了，尤其在主歌的地方。谢谢老师。那个陈同学，其实我相信你可以模仿曹格，对不对？是。但是我知道你今天没有这样做，我觉得你，我听你唱歌，我写下说你唱歌其实还蛮诚恳，你今天特别的直接，你没有特别想摆脱曹格的样子，对不对？是。可是反而你这样，其实有很多细腻的东西你没有做。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听你唱歌，你声音不错。但有时候很想摆脱一个人，反而你连他的技巧跟味道都摆脱掉，其实不需要这样，好不好？反过来，我觉得吴海文，你想很像张国荣。我刚才在观察你，你一直在做这个动作，一直在这样。你是不是想把衣服脱掉啊？但是你给我的感觉，对不起，我今天我声音还是不太好。我觉得你给我感觉像一个陆战队的队员，硬要穿丝袜。你不是这样的人嘛？可是，就你一定要穿，你一定要这样。其实你很尴尬，我们也很尴尬啊。Please, you don't have to. 他要摆脱曹格。你偏要穿丝袜，所以基本上你们两个在做一个很棒的角色扮演，每一个人都想 try something， 但是海文其实我很想问你，你要耍帅到什么时候？这我一直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想做坏的痞子一样的人，可是这真的是你吗？其实我觉得你好好的唱歌，很真情的唱歌，或是唱出很 man 的东西，其实还是很有魅力的，好不好？好，试试看。好，我们从数学老师蔡成学的分数看起，请下分数。杜牧急起直追，全力抢分。整个气氛跟流畅度就比前两个礼拜都来得好很多，我会觉得其实是蛮完整的。很多人唱回家会回家，但是我今天肯定不会回家。Super Idol。蔡成学的分数看起，请下分数。41.8，谢谢。好，我们接下来看美国代表吴海文的分数，请下。加油！冠军积分赛42.2，赢了，郭祖伟获胜，也谢谢成学，谢谢。目前战况，超偶帮战士以3胜0负取得领先优势。